小月月的回忆中，原本温暖的童年因为贫穷而悲凉不堪。那时候小时候有觉得苦吗？小时候现在想想就觉得小时候苦，当时不觉得苦，不觉得，没个比较。对对，但是还是一心一意的想出去奔。出去奔奔什么？想见一见外面的世界。就觉得家里还是穷，因为我父亲最担心的就是我娶不上媳妇儿。全家五个姐姐拼死拼活的要这个弟弟娶成媳妇儿，那还担心？还担心？是因为长得丑吗？